接下来欢迎个人组最后一组，由长庚大学潘义安、谢成瑜带来的《想自由》。每个人都缺乏什么？我们才会瞬间就不快乐？我允许很烦，说话很臭，任何人的沟通有时候没有用，或许只有你懂得我，所以你没逃脱，一边在泪流一边紧抱我，小声地说多么爱我，只有你懂得我，就像被困住了一首，在摩天大楼渴求自由。或许只有你懂得我，所以你没逃脱，一边在泪流一边紧抱我，小声地说多么爱我，只有你懂得我，就像被困住的野兽，在摩天大楼渴求自由，在摩天大楼渴求。